他黑色上衣、浅色长裤的男子，在警方戒护之下上了警车，前往台北地检署。原来他就是之前在脸书上留言要威胁大法官以及司法院长的陈姓嫌犯。恐吓的内容不仅指名道姓，还写着劝你们先做好不自杀证明，要他们两个人格外注意，甚至还放了一颗炸弹的贴图。另外一则留言则是写着社会有传闻要追杀现任司法院院长。这两则贴文都是贴在司法院的脸书上，警方接获报案之后展开追查，发现留言的时间是在7月20号，司法院搜证之后就将所有的资料交给警方侦办。29号清晨6点多，台北市警方前往桃园来追查，就抓到了涉案的证明保全员。他落网后供称，自己是看了一些报道，情绪比较激动，才会在脸书上留言。但像他这样吃瓜群众又在网络闲聊留言的行为，已经指名道姓恐吓了公务员，威胁大法官的人身安全，就被指控涉犯妨害公务。另外他放了炸弹的图案，也涉犯了恐吓公众罪，这回移送北检复讯，遭法院裁定10000元交保。过去没有类似的不良记录，但在脸书上面公开的留言恐吓威胁，就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